好了哈，这是我穿那些裤子了。以前我不懂得怎样穿呢，啊，穿穿这裤子松了，露着屁股出来了，哎呦，要松走一半路的下，要凹一下，哎呦，觉得真的很难看哦。后来我就天想到，诶，不会难看了，看你怎么看你个款式就对不对？就是当我穿的长裤子的时候，外面穿那条短的裤子套上来，哇，我出不去。完全不是要裤子哦，啊，并且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发明也是跟你们分享哦，很简单，OK，拜拜。